道明寺，我是你的山菜，我是你的山菜。哇哦，好吃山菜。我们以前拍戏的时候，动不动就互相耍别扭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你真的是高深莫测的死小孩。现在你反而变成一个大哥哥，然后又变得开朗，又变得更有魅力。你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男主角，道明寺，山菜永远都在。哭了哦哦！啊，吉米这个欠了鸡了。熟悉的声音，然后就觉得挺感动的，就是又好像回到那个时候。道明寺，作为那时候道明寺 F 四的时候，然后突然有几年我很迷茫，然后我很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好，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充满了很多很多声音，然后尤其我觉得最可怕的是那些声音都是好听的。都是称赞，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说真的是在你人生里面最受用的吗？我没有那么觉得啦。嗯，老师好，不好意思让你等了，我是 Jerry。 这几个月我想要拼一把，看看我自己在我人生里面有没有不一样的东西，不会只是永远做道明寺。